什么？他是兔子。没有啦。喜欢吃什么？我想吃肉。烤肉什么的？小鲜肉。没有啦，我是鱼。这个杯子里面，您的话，那如果要列前五的时候 ，Kiki 啊，我吃哎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拜拜，待会见。他单身多久啊？单身一年多。他是小狗眼，你们也练一下。你现在有斜杠多少工作、啊？非常多，现在就是拍写真、拍 cosplay、做保养品。哇塞，自己的品牌吗？那你是什么星座啊？射手。不要说万岁！太棒了！真的真的，我觉得不错。对，哇，还是，我喜欢女生。我觉得不错。你怎么喜欢什么类型？因为我是帮他找。哦，对哦，对。对对，我是帮他找，找到你。半小时前。昨天没找到啊，今天有。你坐在这边等。那你喜欢什么型的？韩系的。好啊，那你几岁？什么职业？什么星座？21岁，现在是学生，巨蟹座。什么科系？运动休闲。你练什么的？健体。健体的动作来一个，他们健体就是比线条的，不是比大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啊，健身教练，一定可以的。现在体脂几趴？哎，好。叫什么名字啊 ？Benz。单身多久？2年多。身高多高？177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打哪一款 ？Benz。枪战吗？对，我也超爱枪战。好啊，我来帮你找。你坐一下，你坐一下。打开眼睛的。那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 CC， 目前呢是全职斜杠。那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 Ben， 目前是运动休闲系，喜欢运动。大家数到三，两个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 ，Go！ 哇！赶快给他看小狗眼。哇，真的哎！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大家很无害耶。你也是。但是你觉得可爱的女生吗？可爱的。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要找可爱的吗？你的休闲娱乐是什么？看东西吗？还有嘞？看动漫，我觉得有点宅。他喜欢打电动，我有看动漫。啊！你看哪一个？失败疯了，你有没有看？我有看。我考你，我考你，那个女儿叫什么？安妮亚。啊，对。我有 cosplay 的。妈妈，招牌动作是什么？有。他适合 cos 什么啊？他适合 cos。没有了。吃什么？我想吃肉。烤肉什么的？小鲜肉。没有，我是鱼。就是你了。好吵。我其实身材太好的，我们都不好意思看。摸摸看啊。不要，我会害羞。你如果要锻炼，你可以问他。好。非常专业。可以练得跟你一样吗？可以。可是体脂9%而已，你要一直减脂。我大概是你的3倍吧。什么星座？巨蟹。他射手，射手相处很好玩。当然。我也是啊。触鼻。你要选哪一个？不要了，不要管我了。老板，你很好笑哎。你们加一下联络方式。比一下动作给他看。来。哦，我靠，倒三角哎。背着。哇，还有刺青。我靠，这个我打不过哎。你不要打他，你当。我听懂他吗？你要说你给谁？帮忙。啊！10秒，3、2、1，眼睛打开。10、1，的感觉啦，喜欢吗？可以。喜欢哪里啊？眼睛。你们眼睛很像，你们都是圆的。那你是方的。有的是细长的。啊。很棒哦，我来打分数了，这样给他几分？我也有这一天哦。有。这个很优哎。啊耶！来，给他几分？我觉得是9分。对。讲几个优点。感觉很快。不快很重要哎。有不有母女很重要。健康清新。感觉会很长寿。一直在运动。好了，我去问他。刚给他几分了？满分10分。9.2。为什么会给9.2？剩下的面包是还不熟，慢慢了解。他跟你很高哎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给这个分数啊？想知道啊？为什么？来，我跟你讲一下。好，你跟我讲一下。
漂亮，她真的很漂亮，可是不熟，要熟一下，要熟一下。但是分数很高哎，很高很高。那我们来公主棒，来等拍等拍，五六七 go。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觉得脚有点酸哎。头哦，小心头哦，小心他的头。都是运动的，篮球或是也有拍公演，我们可以再聊啊，好，可以再聊。对啊，他之后想要做自己的健身房，你再去运动啊。好好，他加那个赖赖。哇塞，那你们可以做那个哎，他跪在你的轴上，互看十秒，他们瞧一下。哇塞，哇塞，十，哇塞，这个哇塞，有，我到了，哇塞。小心啊，小心安全啊，好好，很棒很棒很棒，觉得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哦。对啊，他说再多的钱买不到健康的身体，你认同吗？认同。又会做菜又爱运动，哇塞，哎，希望你们能联络了啊，恋爱的感觉啊。打分数，打分数，满分是十分，那给他几分？九分吧。哦，还不错，为什么会给九分呢？因为我觉得保留一分，嗯，比较浪漫。相啊，相处看看，是你喜欢的型吗？啊，给哇，给什么？厉害，好棒，我很厉害哦。谢谢谢谢，我去问他，你要给他几分？满分十分？九分，九分了，哎，还不错。为什么会给九分呢？因为我觉得会煮菜，然后会运动的女生是你加分。再说他蛮害羞的，害羞，蛮不错的。联络看看喽，好，至少要去运动了。好，来哦，三二一 ，go。没关系，我肩膀给你做。好强啊！啊
啊，你们要好哦，嗯，好，啊，聊聊看，聊聊看 ，OK， 随缘哦，随缘哦，不要勉强哦，好，聊聊看，聊聊看，不要勉强，真的啦，我们这个很随缘的，聊不来就算了 ，OK OK， 然后他真的单身，他真的单身，我有加到他的 IG， 我等会来看他，哎呀，好好，那你们要之后再聊聊看，好不好？好，祝你们幸福哦，拜拜，谢谢。